구석을 위해 好好的过日子，看来今天我们都要食言了。我们没了，一腔热血还在。 住楼上，我住楼下。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过，只要我活着，谁都别想伤害你。现在也一样。是，我好多年没碰枪了，枪法也没有以前准，但是我敢保证，只要不把我打死，谁都别想进这个。 可是你不能住这儿，不。我要什么在这儿？现在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董志霞喜欢你。到了今天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是不能失去你。这比我生命还重要。 这不少好东西啊，紫檀的，象牙的，可惜了，少了一条尾巴。这不少钱吧？不值钱，不值钱。范先生，您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？我要知道您来，就不安排别的事儿了。燕儿，当了虎记的老板。 这手头上一下子多了几百万的家产，是不想干了。没有，不能啊，范先生，要不是您罩着我，我这什么都干不成啊。你还知道你是谁啊？我给了你10天的限期，现在已经过去5天了，让你查个上海抗日义勇队，就这么干。 线索都没有，你是不是就剩下白拿钱吃干饭的本事了？10天限期一到，你要是交不了差，这个位置我就换人了。别，范先生，我这一直抓紧给您办着呢。我抓了20多个嫌犯，亲自上阵严刑拷问。您看我这一身汗，这么打着呢。别糊弄事儿，抓几个街头混混，蒙不了我。
也蒙不了日本人。我不敢蒙你，我正要去跟您汇报呢，我问出东西来了，有线索。说，您不知道我这儿这套大戏，不管是谁，一趟下来该招的全都得给我招。来，讲重点。哎，据嫌犯交代，要说这最可疑的，就得说共舞台了。共舞台怎么了？第一，共舞台的这帮武生们，每天是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，练的是龙飞凤舞、上下翻飞，可是没有一样是台上用得着的功夫。第二，他们现在打着每天晚上观众少的旗号，晚场全都不营业了。最可疑的就是这第三呢，这帮武生兔崽子们现在养成了一个去逍遥池洗澡的臭毛病，三五成群，形迹可疑，而且派我手下去盯了。他们是从共舞台出来之后两个时辰才到了逍遥池，也就是说他们上半夜从共舞台出来，下半夜才能进逍遥池。共舞台、逍遥池走路就用10分钟，他们要过2个时辰，您说这2个时辰他们干嘛去了啊？您说。你问谁呢？我这不是帮您分析呢吗？这不会是你瞎编的吧？这怎么能是编的呢？这范先生，这真是我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，时间地点我全都记录在案啊。你一个唱戏的女人也学会杀人了，好兄弟，真是我的好兄弟啊。卖烧饼的不是高大爷吗？怎么换人了？这不生病了吗？在家休息着呢。那他儿子怎么没来替他呀？他儿子在家照顾他。你别拉我，别拉我，今儿晚上也没行动。什么行动不行动了？啊，外面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呀？门口来了好多陌生人。我刚才去卖烧饼，人也慌了，我就问高大爷怎么没来啊？那人说高大爷病了，我就顺嘴多问了一句，我说高大爷儿子怎么没来替他呀？那人说高大爷儿子在家照顾他呢。卖烧饼的高大爷没儿子呀？你小子真聪明。
不养条狗还真看不住你。芝佳怡，芝佳怡，你可回来了？怎么了，凤儿？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直等您呢。华妃太不像话了。吃完晚饭，我看她一直在那儿看书，我就洗衣服去了。等我洗完衣服，她人就不见了。别着急啊，她能去哪儿啊？会不会去你爹那儿了？我都问过她好几回了，她说她已经很久没有去供台了。她最近老是晚上悄悄溜出去，你看现在外面多乱呀。我的话她也不听，您得管管她。阿姨管她。那我要不要现在去供台找找她？你就别去了，凤儿，你放心，今天晚上她回来，阿姨一定找她谈话。你也别在这站着了，把大门关上，回屋休息去啊。哼，董华妃，瞧你今天回来，芝佳怡怎么收拾你。跟着的吗？
老实点，再动我捅死你！别动！喊饶命！喊饶命！这回你知道你皇爷是什么人了吧？知道，知道。你猜的没错，皇爷我就是上海抗日义勇队。好汉，好汉，我也是，你也是好汉，义勇队都是好汉，都是好汉。我的规矩呀，汉奸的下场跟日本鬼子是一样的。我不是汉奸，我也不是日本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不是坏人。皇爷，黄老板，黄老板，出来！你能不能不深更半夜总在我房间，啊？最近你老是鬼鬼祟祟的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先别指着我，我没干什么。你干什么你自己清楚。手怎么了？手没怎么呀。那只？那只手也没怎么呀。拿来我看一眼。这没什么可看的。拿出来。不要了。让我看一眼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让我看一眼怎么了？你让我看看。血，你受伤了？没有没有。你让我看一眼哪受伤？没事。没受伤哪来那么多血呀？小点声，姑奶奶小点声，我妈小点。哎呦，董华妃，你告诉我哪来这么多血？我求你小点声。你别开玩笑了，你董华妃，你说实话，哪来的血？没事，没事。行，现在跟我上楼找知霞姨去。我说，我杀人了。你别害怕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参加了上海抗日义勇队，我这身上全是他们的血。你别忘了，你妈就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，我这是替梅阿姨报仇。真的？真的，我杀的全是日本鬼子，还有汉奸。那你别愣着，赶紧把衣服脱，把你洗干净。水，把手也给洗了。快点，这事让知霞知道可就麻烦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赶紧把衣服穿上，到楼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进来。妈。
今天跟我把话说清楚。凤说了，你最近总是三更半夜的不在家，回来的特别晚，去哪儿了？我去。你什么你呀？说话。志霞姨，我都问明白了，华妃啊是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个秘密读书会。什么秘密读书会啊？哦，就是一个秘密读书会，是讲抗日的道理，所以呀才晚上悄悄去。华妃是怕您担心，不敢跟您说。是真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这个读书会啊还排练文明戏呢，是关于东北抗日的文明戏。华妃还说想让我跟我爸商量商量，在共台演出，我没答应。有这事儿吗？有这事儿。不许麻烦你出柳叔啊！我不是还没来得及麻烦出柳叔，就让凤儿给回绝了吗？回绝的好。你现在还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？行，这说明你长大了，妈挺高兴。但是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啊，以后不许三更半夜的不回家，我着急，凤儿也担心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妈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凡儿，你太厉害了，还知道秘密读书会，还知道文明戏呢。我知道的多了，就刚才给你吓那样，我就不信真是上海抗日英勇队的。是，真的，刀也有，枪也有，全是真假。那我帮你骗了志霞姨，你怎么谢我？谢。这样写行吗？太坏了！我要知道这招管用，我早拿这招对付你了。范先生，您要不要再看一眼林局长？去吧。范先生，李局长对您忠心耿耿，他身先士卒，以身殉职，堪称警界楷模，我很悲痛，也请范先生节哀恕命。是啊，李局长死得其所，他的死更进一步证明他的嗅觉是灵敏的，他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光出柳，共舞台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上海抗日义勇队就会现出原形。很好。志霞姐说：“您今天有事要宣布。”
这大家都坐半天了，有什么事您倒是说呀。你们听好了，我决定结束龙记和恒通银行在上海的所有生意。哥，你说什么？爸，汉臣、介勇，你们都坐下，听你哥慢慢说啊。思来想去，从我闯荡上海滩以来，从一个小小的瑞祥染料行到富甲一方的龙记，从恒通钱庄发展到上海滩民族资本最强大的恒通银行，单就做生意而言，我想做的都做到了。一个生意人啊，在创业之初，永远想的是如何才能挣到钱，怎么样才能挣到更多的钱。可一旦有了钱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烦恼又来了。这么多钱我怎么花呢？怎么花才能更有意义？老天爷看得起我，现在花钱的机会。眼下的局势啊，日本人占领了东北，虎视眈眈的要霸占整个中国，让我们亡国灭种。这仗一旦打起来啊，哪还有生意可言？没了生意，哪还有我们生意人？到那时候，只有两种人：爱国者、卖国贼。可我最担心的是，万一日本人占领了上海，那我们龙记的产业就会沦为日本人的军需仓库，用我们的船、我们的车去运他们的兵，让我们出钱出物去打自己的同胞，逼着我周海洋成为卖国贼。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算我不想干，恐怕也由不得我了。既然生意做不成，那我就不做。既然钱留不下，我就把它花光。只要能把日本人打跑，就算花光龙记和恒通银行的最后一分钱，我这辈子值了。志佳、建勇，你们俩负责尽快清理恒通银行的账目，把银行的主要资产向内地转移。韩晨，你负责把龙记所属事业全部搬迁，能运走多少货就运走多少，能搬走多少机器就搬走多少，搬不走的就全部炸毁，哪怕是一根钉子也不给日本人留下。公司所有的船只和职员，水陆并行，全速搬迁，尽快在内地开店办厂。
二宝慢了啊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。行了，都停停，都停。师傅，师傅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几天啊，外面比较乱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出去，都在戏园子里待着，记住了吗？嗯。哎，师傅，为什么呀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记住没有啊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们呢？记住了，师傅。准哥。哟，汉臣呐。准哥，接着练吧。准哥，忙着呢。师傅。哟，华妃也在呢。我说你这不好好上学，成天往戏园里头跑干嘛呀？是不是楚柳叔收你当徒弟了啊？我现在天天求他，他都不收我。这小子越来越贫了，赶紧回家去。我就觉着你不该老泡到戏园子里头。凤可跟我告你状了啊！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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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汉臣啊，哎，咱们有日子没见了吧？阿良哥还好吧？啊，他挺好的。他想见你，这不让我过来接你一趟吗？行吧，楚柳哥，你去哪儿啊？都到饭点了，一块吃吧。我还有事儿呢。再说我哥特意强调，今天就请你一个人。要不要跟上去？不用了，去找范先生领赏吧。楚柳，我不请你，你是不来啊？阿良哥，你要是天天请我喝酒，我就天天来。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急什么了？先喝老酒。你知道我这个脾气。你要是不说呀，这酒我喝着不踏实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让你把戏园子关了。先生，您的披萨。你刚才说，他去了周汉良那里。是。好，真好。我说黄楚柳没这么大的胆儿，怂人背后有胆大的成分。哼，像他干的，老了老了，手都不软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多加一下人手，盯住周汉良的一举一动。只要有他指使暗杀日本人的证据，随时抓人。怪不得做生意不较劲呢，这是要拿着刀枪较劲。所以啊，我的意思，戏园子关了之后，你也别在上海待了。上海已经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上海了。楚柳，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好兄弟，我舍不得把你一个人留下。谢谢，阿良哥，谢谢你。自从叫你阿莲哥那天起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从上海到宁波，从宁波到上海，你还给我开了这个戏园子。我以为我能过上我梦中一直想过的日子，
那就是天天听戏，天天唱戏。可是没有，笑了没几天，我又在苦难中生活。算了，这次我就不听你的了。你走是对的，我得留下来。我答应过梅雅，开了戏园子，生了孩子，要好好过日子。我只有在戏园子里，才能看到梅雅的身影，听到她的声。我要是走了，梅雅多孤单。心里难受，可是你呀，毕竟也走了这么多年了。大良哥，梅雅没走，她一直在我心里装着。我天天跟她讲话，不管上海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陪着梅雅。阿良哥，我还有一件事要求你。你说。我呀，不离开这儿，求你把凤儿带走。他要是跟我在一起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我对不起梅雅。我答应你，凤儿我带走。我还没说完，凤儿啊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我呀就高攀一次。凤儿喜欢华妃，这我早就。本想等华妃毕业以后，就把这事儿跟你挑明了，给孩子们热热闹闹的办一个婚礼。哎呀，这事儿你应该去跟知霞说，你别把我扯进去啊。当然有你的事儿了，你是我大哥呀，你得做华妃和凤儿的证婚人。啊，这个可以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替我给知霞带个话。他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，让凤儿啊做他的儿媳妇。知霞一定会同意。一年以后，不管我去不去，你都要给孩子们把这婚礼办了。这我不能答应你，你不来怎么办婚礼？你答应我。我不答应。谢谢阿莲哥。